好多、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子璇。厨房的那些没有没关系，这一次呢，我又准备好一系列要找姐姐一起来挑战。让我们欢迎谢金怡姐姐。我出现了，是不是看腻了、啊、各位？没有。我们都不同，我们之前都是穿那种厨师服啊什么的。不是，我们之前穿围裙。哦，对，我们之前是穿围裙出来，然后现在变成都是穿这种背心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去乐舞。耶、yeah, ！没错，这系列就帮你开箱各种夜店，耶、yeah! ！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舞蹈细胞的人，然后想说这一系列来挑战，就是我不会的事情，就是做不到的事情，然后找你一起来挑战。没问题，我 OK， 我热意奉陪。而且我还很担心姐姐会太累，然后不陪我一起就是跳这样。我觉得我就在旁边，又有肥嘛，就刚好在旁边减肥是 OK 的。哎，我超紧张的，因为我没有就是舞蹈细胞，所以我很害怕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来胃服吓死他们。啊，我不会。胃服，因为我靠半身胃服就好。我这样，啊，我不会动哎。你刚有动吗？你刚有动吗？你个屁股。胃服。我不会啊，上半身胃服。哎呀，不要，等一下、啊。没有，我们要让观众知道你的就舞蹈细胞的能力到哪里，他们才能感受你慢慢的成长，好不好？所以来个胃服。我下会下半身。啊，我知道，来一个你想象中的摸屁股。哦，好。哇，是这样子。摸屁股、啊。你就是擦乳液吧？哎、欸，妈，帮我擦乳液，然后就有点干哦、喔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不会动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会服。以前呢，我们去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都会想说，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蛇，嗯，上面有一个洞，然后你要出那个洞，嗯、所以你就要幻想自己一个头嘛，先从那个洞出去。你要侧面给小伙拍，对，头，就是再多一点点，再多一点，对，而且它这个洞很弯曲，你很不好钻这样子。哎，你有发现他身体有点动吗？有。我觉得他被什么上身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像个哎呀平安平安哦，隔壁擎天宫刚刚好。对，好难哦。刚刚没关系啊，因为今天班班我的舞蹈老师，他很强的就是在于他很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哦，没事啦，延续上一系列的传统，挖一顶给金宫。怎样打架是啊？哎，上回上上回啦，上回啦，上回啦，拉回啦！你好弱哦！好难哎！来，这我们是不会啦，我觉得他刚才还蛮像小学妹的，很像那种
学校那种小朋友打架，然后大家都顶着他的头，他打打回来，打回来，打不到。我先继续好了。不会吗？气噗噗。因为其实打气噗噗是这样做吗？对。你的表情一直都很严肃哎。认真学啊，好吧。在气你拍子好吗？小五，等一下考你一个吧。等一下各位，不，拉回啦，拉回啦。等一下各位，不。练得如何？他班老师说我还行，他说我记得很清楚。那、啊、你自己觉得、欸？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有点手忙脚乱。对，记熟应该就 OK。哎、欸，但结果这个挑战根本好像对你来说不是什么挑战，怎么办、啊？老师要不要增高难度啊？可是我正常是肢体障碍的人哎、欸。老师，你觉得他要不要增高难度啊？我觉得有机会可以，因为他今天一来的时候跟我说，我就说你有没有学过舞跳，他说没有。然后我刚刚他带完他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说奇怪，为什么他拍子跟得到？然后我想说，我后面还教原版，就是很难的部分。然后他竟然就是他说好像有点难，然后他突然就做到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孩在骗我，她其实是会跳舞，但她假装不会跳舞。我天，今天是我的训练吧，我的挑战吧。看姐姐都，因为她在考我年纪大了，然后是不是记忆力不好？是不是记忆力不好？然后就因为练舞嘛，一天至少要记大概8个8，对不对？你是在考我记忆力，就我年纪大了，这是你新的计划，是考验姐姐的记忆力是不是年纪大了。好的。然后下一集我们就去拍那种体能测试，然后看我的前弯可以弯到哪里。说姐姐真的老了。他的新计划就是为难姐姐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。一段歌加副歌，再加上次的拼在一起的成果啊，好紧张，我觉得我死定了。你要摸姐姐下吗？右手摸她下吗？
不是，你要蹲得下，你要蹲下，就是那种训狗的感觉，这样子，等，这样子，然后摸它，来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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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饲料喽，饲料喽，这个品种好想养回家养哦，请问老板怎么卖？吉娃娃。不要养，你要很深情的看着他。六七，互看，六七。来五六，要很正式，是很严肃的。我刚才很深情，他笑出来。怎样深情？那我帮我这样子，快点，要很深情，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段过程，好不好？来互看，六七，捧脸，互看，六七八，一，站起来，一二三四，很好，来，他笑死，怎么办？姐姐是不是长得好笑？姐姐是不是长得好笑啊？要问妹妹啊。教太少，没有，第一堂课没教太少，段落是一样，只是第一堂的东西比较简单。我怎么今天学很多啊？没有，因为没有拍数是一样的，只是说，你看，因为我们第一首是都是噔，然后噔，然后一直在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，但第二段开始都是噔，他第二段动作比较多，因为一开始在走位。哦，对。慢慢来，我们先。所以要先拍验收吗？可能验不了了。我的脑力已经没了。